最近咧就用呢支 TNHK 嘅精华，咁佢入边咧就含有一个成分就叫做卡卡道理子。咁呢个成分入边咧就有呢个丰富嘅维他命 C 啦，所以咧主力都系针对啲黑色素同埋均匀肤色嘅。咁大概用咗两个星期左右咧，其实我已经睇到咧嗰个皮肤表面咧光滑咗，同埋成个肤色嗰个通咧都均匀咗嘅。同埋咧可以睇到面颊两旁嗰啲色斑咧，佢系搽咗佢之后咧系淡咗啲嘅，所以我都觉得几开心，都几推介俾大家嘅。咁另外一支咧就系、是、都系 TNHK 嘅精华嚟嘅，咁但系我就会当佢一个面霜咁样用咯。咁搽完佢咧，我就会用佢噶啦。佢咧就有一个亮肤啦、美白同埋提亮嘅功效。咁咧佢除咗头先佢有呢个卡卡道理子提取物成分之外咧，佢入边仲加入咗呢个乳木果成分。咁其实佢个质地咧好似个 lotion 咁嘅，一啲都唔腻。咁佢除咗抗氧化之餘咧，又可以提升肌膚個亮度啦。我用咗一排咧，其實已經明顯睇到嗰個額頭嗰啲火車軌啊，嗰啲細紋咧冇咁明顯噶啦。